手说得意。你的猜，一会儿找你吧。怎么慧慧要直播？你错过了得意，得意刚才又入境了哟，他就在这里。晚上好呀，大家。太晚。晚上好。保留节目没啥保留节目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快。没有啥，没有啥保留节目。我没有堵鼻孔啊，嗯，没有堵鼻孔，还需要折射光。我有那么傻吗？我堵着鼻孔。今天很忙。还行吧，跳舞不看得意、啊、那我可不给得意镜头了、啊、今天是丸子头，我开了空调所以不冷。我就说你晚安，反正我也快下播了、嗯、其实播一会儿就下了，可能会。好老的歌呀，这件毛衣好看，对，这件毛衣我也觉得挺好看，到时候可以发在小红书上。为啥你们在我马上下播的时候都要去，都晚安了？还能看九分钟？我不信你能看，你只看九分钟。但他只有个标签，我很不喜欢。又来了鼻子，又来问鼻子了，又问鼻子。看公告，你们老师跳舞好厉害。看公告，你们老师。哦，这不是小林在换吗？谢谢阿林的巧克力，还行，好看的。这个标签吗？我觉得没有标签会更好。我刚穿的衣服直播有点不太行，就是我刚穿衣服可好看了，像公主一样。但是直播就很丑哦，也是哦，你们都要，因为他那个领子太低了。好吧，那晚安，你们睡去吧。一天没有出现口袋，我出现了，我早上出现了，但是白天没什么可讲的有趣的事情，就一天都在排练而已。为什么吓人？我又不打你，哪里吓人？这个衣架只有可能打对手。谢谢大象的路过、嗯、平安国。得意，看你的那个，你看，排练 emo 了吗？每天排练必 emo。对不起，不要瞎碰。谢谢竹蜻蜓的糖果，都给人家碰倒了，又累又 emo。好想我，哦，我还以为大家不想我。在最后的这几分钟给你们看，明天公演会轻松点，但也很累。表哥很累，好像白天一样，没有是在看灯，而且后面晾了很多衣服，就很像那种群租房贫民窟。我咋给赵老师碰倒了？你管我！衣服富人才对，谢谢圣诞帽，圣诞节快乐。其实在街上走就感觉圣诞气息很浓厚。重庆话不是千秋乐吧？不管了不管了，应该不是吧，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听他们说不是。太久了，不让他走。今天又化妆了，不让他走。快快看，得意，这是送给你的，得意，真的。
到那么得意。我给你们讲，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成员，然后他是重庆的成员，但是他以前谢谢美哥，就是他以前是喜欢四八的一个成员，然后呢我就想起来他了，真的就突然一下想起来，就是我们去欢乐谷外务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但她是去看我们外务的，对不对？然后我遇见她之后，我就说她长得好像成员，就是我跟她说长得很像成员，然后她就给我发了私密翻牌，她就说她是三四八有喜欢的成员，所以她去跟欢乐谷外务，然后我想起她入团了，因为李慧声音很大，真的，我今天才想起来。过也挺好，重庆的一个新人，对，我记得在那个重庆欢乐谷的时候有遇见过他，我突然一下想起来，因为他长得很漂亮，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是的是的，然后他给我发私密翻牌，他说他长得真的很像小偶像嘛，我说对，就是很有那种气质。他入团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重庆的五期生，好像是叫朱瑞元，因为他长得特别像一个成员，我觉得。我突然一下想起来，我播到12:30吧，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就是那我不可能预判罗发朋友圈，我才想起来这个人，我就一直觉得很眼熟，从他出道到现在一直觉得很眼熟，后来我想起来是在欢乐谷见过。他有多好看，我要给他拉安利，我终于出现了，我也没有很久不出现吧，我只是今天排练很累，然后我就出去吃个饭，然后又回来了，只是因为在人群中，但他不喜欢我，他喜欢的是一个大前辈，就这样拍你去，太过分了。眼光不错嘛，因为他长得真的很像小偶像，有气质，就是很像一个成员。我觉得好久不见了，别说好久不见，我们不是刚见吗？就在口袋，今天早上，美若天仙。但是我今天就是想直一下，明天又可以公演呀，真开心，明天又公演了。但我觉得公演很轻松，比排练轻松多了。所谓的爱，平时不值吗？平时也值啊，但是很平时很经常值，就这样到了。是要来不及才知道我可爱。我们的房间真的很小，就是两个床，就这么大。应该开心，我也相当于放假。你给的全是空，谢谢荧光棒。找不，我也挺期待的，其实没看《风起洛阳》，但是我看了，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挺当当嘛，程潇的那个新衣服。我是真的很难释怀，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这是怪声音吗？不是怪声音。11号还有一场。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我神龙了呀！我早都神龙了。啊，对，两言写意。我早就那个什么，是的，11号还什么？但不开灯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开灯了好像就反而没那么好看，有的打光给自己。新的 unit 当然不能透露。你好，十一号，你们想让我跳什么 unit？ 你们最想看什么 unit？ 唱过 Lost， 唱过一次。
我刚刚穿的真的很宫廷，很好看，嗯，就很像名媛。我跟你讲，我还戴两个耳钉，然后但是11号如果是最后一场，就真的很名媛，应该会归位。归位的话，还能看一分钟，给米饭，哈，你真的就是说看一分钟就看一分钟。我日常就挺好看，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直播捕捉不出来我一半儿。开始有点难，难道想看 Lost 吗？12点了，归位是打拳。终于感慨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谢谢最后阿林的一路胸针，哭着求我留下来。我要下播了，宝贝们，宝贝们，拜拜。下播了，什么时候才能买到可以容纳李慧美貌的手机呢？全部美貌手机买不到。晚安，拜拜。只有我的手机里能容纳，我手机有4万多张照片，我储存都满了，储存空间。你们拜拜啥呀？跟我。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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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 pad 的手却放不开。我今天去吃饭了，出去我们吃的什么我忘了。萨利亚，不什么亚，萨利亚，你有点大舌头。萨利亚，萨利亚，老师也说我大舌头。萨利亚，嗯，公演 MC 上直播，有病吧？公演 MC 上直播，直播什么？他不是已经在直播了吗？萨利亚的蜗牛，我今天也吃了蜗牛，我觉得蜗牛一般啊，好吃吗？还行。那我喝可乐了，没了，冰箱里有可乐。公演 MC 不是就是已经在直播了吗？还要开个直播？有病。小贝走了吗？没走。这首歌好老啊！这首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我没听过。挺好的，都给我放吧，给我放。这个叫《冬天的秘密》。想听莫斯科的夜。你还听过这么老的歌？听过。谢谢。谢谢大象后悔在天堂镇很生气的圣诞树。好好看的特效，很配我。祝提前祝你圣诞节快乐，谢谢大象的圣诞树。直播了，当然是游戏惩罚哦。我不知道，如果是惩罚的话呢，可以。这个特效也好长，因为它是那种限定，就是圣诞节限定特效，所以它就很长。另外一个也挺长的，另外是一个圣诞贺卡。专门化了妆，为了给大家直播专门化了个妆，大家要爱我。真的，因为我昨天睡得太早了，昨天10点就睡了，然后今天特地洗了个头，然后化了个妆。谢谢，谢谢卷帘细雨的圣诞卡，谢谢。就是这个特效也很长，很好看。提前祝你圣诞节快乐。今天我走在街道上就看到很多圣诞树啊，不是圣诞树，就是圣诞装扮，然后我还跟那个圣诞装扮拍照了合影了，到时候发到微博或者小红书上吧。谢谢谢谢，圣诞节快乐。你这个小时，对，狠狠的爱住了。对，今天但是我本来想披发来着，但是我觉得披发没有我扎起来精神，然后就扎起来直播。明天又可以讲，但是最近真的挺累的，我感觉我就是有一点精神抖擞，就是感觉有点累了。
长得挺好看，对，精神小妹，打死你。我跟你们讲，其实我这很暗淡，但是我很聪明，我是用镜子打光，大家快夸我。这个歌真的，我上中学的时候很喜欢。你这阴间了，有点阴间了。夸我夸我，大家快夸我。你到这边来，我想去洗澡了。你去吧，这边也播不到你洗澡。虽然但是智多星以后啊，问号没有。我跟你讲，我平时都很 emo， 只有跟大家直播的时候不 emo， 是真的爱大家。走了，你走吧，我就去那边。想看德意洗澡，我明天给德意洗澡。这地老师你敢？猫咪冬天不可以洗澡。我开玩笑的，你让你给我钱洗我都不洗，我嫌麻烦。哎呀，你戳我脚上了，快蹬的！我嫌麻烦。你为什么在这边洗澡呀？掉了。但是这边好暗呀。出去好吗？出去，出去，出去。这边都出去，照不到的脸。好吗？被传了。这房间不欢迎。这边光线不好呀。小贝可以帮我开个灯吗？小贝。小贝开灯会不会直接在那开灯？不会的。就开灯正好在门口，你把灯打开，再把门打开，人屋里真亮堂。没有啊，觉得很暗。你去那边洗澡，去那开灯吧。原来慧慧已经这么大了。你要吃冰糖葫芦吗？啥意思？是为什么说我这么大？看看好看多了。哪里是这嘚儿啊？你这嘚儿啊？嗯。我真的好看，我真的。谢谢你觉得我好看。耶耶耶耶耶耶！今天看到我出生年月，咋了？怎么大吗？九零后大吗？给你两拳。九零后，不要觉得你背后就听不见后这个字。一个李大嘴，哎，你拍自己拍的呢？我你是拍在你背后，我把拿拍走干什么？你看电视剧吗？我的拍的在后面。看你背后。你背后。你背后。烦死了，这太阳，你故意的。我要打你！你这奶茶能喝吗？不能，我也想喝，你尝尝。啥时候的奶？昨天。用我自己这个放吗？昨天的。你尝尝。估计是不行了。我喝一口尝尝。我要喝可乐，洋洋。听一首，随便听一首。有可乐吗？冰箱里有，外边冰箱里。没了。啊？那就没了。有其他喝的，小朋友喝的。咋了？年龄大，大吗？你多大呀？你说我大？你以为我才19岁？阿姨也这么觉得的。阿姨也觉得我是，阿姨就18岁。阿姨说你比我大2岁。对，那就是18岁。只有你担心我，以为我是小后辈。世界在等我飞，我长得年轻。你要放什么？不是八吗？放小田哥给你听。给你们看我的袜子，这是新袜子。是圣诞袜。还蛮好看的，是一个圣诞节的袜子，还挺可爱的。不是16岁吗？我14岁，未成年。看这个袜子很圣诞。你居然没有会员？我没有会员。
好，给我吧。这是视频，我帮你播歌。但是我想用那个打光。甜吗？不甜。多甜也会灰。想用这个打光。我跟你们讲，我昨天真的失恋了。是小贝点的歌。那我在抖音上嘛。小贝很小，但是现在比后辈大，真的假的？说什么？这个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小贝很小，但是看起来比后辈大。叫什么 ID？ 他叫鲜鱼。完蛋了！不要进我的直播间，给他插出去。这种哈哈哈。因为他有颈纹，你们还是挺了解。我没有颈纹，赵天阳。我现在时间越来越紧，等再过两年我就十五岁了。真的，我现在睡得特别早，现在精神就很不在状态。好大声，好声音，我都听不见了。现在不大了吧？也大。好的，拜拜，等我再过来。隔壁是哪里？就我。他叫你啊？好多。那我就切哥哥，不听他的。洋洋，拜拜。我等会儿走，我等会儿再回来。哎呀。他去跑别人房间，对，他刚本来就一直跟我在一起，就是去吃饭。谢谢可乐平原的圣诞帽。今天还挺顺眼的，我跟你讲，就是我可能昨天睡得早原因，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精神一天，素颜都好看。背单词去了，好的，加油。明天是晚场的公演，我可以下午集合。明天公演见。不是早上背吗？但是我是晚上的记性东西，就是我早上记性。真的，就如果太早起来，我记不住东西，我就是深夜特别有灵感。就是写作什么呢？就是写东西，我也觉得深夜特别有灵感，然后白天就觉得灵感会很小。哦，谢谢你的圣诞树，圣诞节了耶！有点离谱。没有，见到你们可开心了。我给你们讲，我排练时我就很 emo， 我排练时候一句话都不说。然后我今天也没怎么好好吃饭，然后晚上就出去吃饭了，然后吃了一个特别便宜的饭，就是我跟小贝两个人点了无数个东西，才140块钱，就很便宜。这次我们两个点了很多，没有被骂，就是我自己跟那儿 emo。我能睡，我今天早上7点就醒了，6点多。因为我昨天10点就睡了，但是我做噩梦了，特别恐怖。晚上好。但是我觉得一两句话形容不上来，我就要给你们就是直播讲这个梦，因为我当时是觉得太难形容了，用文字来表达太难形容了。再看到特效我就给你们跳一个圣诞舞。讲什么梦？特别恐怖的梦，
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也没有受过什么刺激，但是我老是梦到就是家里，就是小我们那不是一个小镇嘛，就特别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小的时候住的更偏僻，然后就老是梦见那个偏僻的地方，就很恐怖。怎么大象怎么又重新进来一次？因为很辛苦，然后又很还好吧，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沉默少年，然后呢直播的时候就要欢快一点，凑齐十个人想听我就给你们讲做什么梦。微博写真公司拍的吗？怎么可能公司能拍出这么好看的写真，哼，你不要问了，一问我又想起我的那个宣传照了。真的很离谱，主要我本人我都不长那样。主要他那个脸都给我照凹了，根本就不长那样。我真的我平时可圆了脸，真的很丑，很不同的发型。我平时经常那个丸子头，唉。窗外的阳光照进我，是的，不大不小的心窝，你总是带着。怎么老听一首歌？难怪拍的不行啊，那个样，觉得哦那种的，那个是姐姐拍的，但是没有了，就拍了两套而已。什么歌？怎么是广播歌？要听那首歌《要你说爱我》。这个声音大吗？应该不大吧。嗯，这是那个赵天阳跟小马抓的娃娃。看好丑的娃娃，有被丑到每天放在我们寝室里。不大，香奈儿的兔子，假香奈儿高仿，还有更一个更丑的，我找不到了，就是特别丑，特别特别丑。超级超级丑，莫名其妙，是的，进来说个晚安。嗯，今天播的挺晚的，因为我回来就红了，回来就挺晚的，就下班了，不会再见了啊！大家都跟我说晚安。那明天见吧，大家。我再播一会儿，因为我今天觉得自己还挺好看的，而且今天睡得十分的充足。哦，昨天睡得特别的充足。我这长个大痘。先看护栏，美颜真强大，长了颗大痘，你们能看到吗？
看不到，美颜太强。你不是跟我拜拜了吗？怎么还在发弹幕？谢谢暖洋洋的秋天奶茶。你这有看看的哈。一起来吃巧克力哦，戴圣诞帽。这都准备回家。好的好的，这么晚才下班。杨妮说爱我。把得意抱过来。这歌就是好，只要你说爱我。你的眼睛好看，真的吗？你们是不是都困了呀？这也好怪，我也觉得早上好怪。新米露就是没转加白，它就是白，所以就是纯没转，不加白。我最近睡眠都可好，就说我以前睡眠都不好，就是我睡三四个小时就要醒，但是呢我最近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但是不够睡，但是明天肯定够，因为平时都是下午十二点、十点、十一点就要醒了，但是明天可以睡到一两点。这下 hold 住自己的圣诞帽，说明真的累了，我真的很累。睡得好就很爽，但是我做那个噩梦是早上，就是我不是七点就醒了嘛，然后吃个早餐，然后后来我就睡了个回笼觉，就做了个噩梦，超级恐怖那种，就特别黑暗的恐怖。明天是萨穆尔，对，我都说过了呀，在口袋里。明天衣服穿那个黑色的，然后我跟姐姐说，跟我们那个小朱老师说穿那个黑色的，小朱老师说一直都穿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身材不一样，就是从一两周前就订黑色的衣服，黑色衣服我是可以的，打扮像个街溜子，哪有啊？什么叫街溜子？一旦带入了就不行。前天才是，你们可别跟我开玩笑，跟我开玩笑我会生气的。竟然说我像街溜子，该溜子。但是我今天就很讨厌，就是我不是出去嘛，我跟小贝一起去吃饭，然后就有人在那给我不尊重我，他们就老是看我，然后他们还说话，我就很不开心。没有了，就是在路上，然后就有人回头看我，然后还在那就是类似于说什么美女啊什么的，就很不尊重我。但是是几个男生。
但是就是那种大街道，就是是那种就是亮亮的街道，不是很偏僻的。帮吧，然后最离谱的是，我们不是在那个，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街嘛，就是有个就是红绿灯，他们看我看到红绿灯都过了，就是本来是绿灯，他们该走了，他们一直回头看我，然后后来那个红绿灯都变成红灯了，拳头都硬了，然后后来我们就走了。蹭蹭跑，为什么手像电流子？这首歌是不是听的累吗？随便听一首歌，嗯，谢谢你的五个爱兔荧光棒。这个第一只兔的填词特别好，不要轻易放弃。快起来！最初的梦想是成为第一。挺难的，就是因为他就是实现不了，所以他才是梦想，对吧？有很多歌词里都有定义，就是那个那个青春的约定，有生之年或许我也争不到第一，就很现实，青春的约定比较现实。谢谢，谢谢连卷细雨的圣诞树，谢谢。其实圣诞树很好看，看到就像那种下雪了的感觉，它这个特效真的很有氛围，而且这个题材也很长。谢谢连卷细雨的圣诞树，这个比卡片的那个好看，真的呀。我觉得都挺好看的，但这个圣诞树很梦幻，因为它下雪了，因为在上海很难看到雪。我现在都想过年回家看雪。我以前特别搞笑，我以前还给粉丝写字儿呢，就是在雪里写字儿。然后呢，我是用那个手亲手写的。然后那个我的那个发小说，你为什么用手写？我动手呀，为什么不能用树杈写？就是他说用树杈子也能写出那个爱，你为什么要用手写？我都没想到，后来我就说，因为手亲手写的比较有仪式感，就树杈写的就是冰冷的。当时我写完了，我的大拇不是我的那个食指都冻得通红，搁那嘎嘎写。而且有的它不是写一次就能写成的。今年过年我也给你们写，因为就有一些没有被我写过的粉丝。粉丝说我们不用，我们有，我们家这边下雪，把 ID 改成繁体的，打死你！你的 ID 是最好写的，知道吗？我最特别喜欢写那种字母，就是那种英文特别好写，就是那个字笔画特别难写，你知道吗？
英文它就是没有重叠，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字，就假如是那个帘卷细雨，就特别难写，因为它是那个雪本来就很轻，然后你用那个你的手又很就是写进去又很粗那个字，然后它就容易写垮，而且好认。对，英文特别好写，来学电影。你好的，已经过年的时候给你们安排。你的更难写，哼，我也想打死你了。你这么多个字，你要翻倍，我跟你讲，你的鸡腿要翻倍才给你写。因为人家都三四个字，你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个字就要两个权杖。平时是一个权杖，是一个字就是两个权杖，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我不能做这种坏人，就那种什么来着，坐地起价的人，不能做这样粉丝会心寒。然后结果我的粉丝改成了100个字，我写了一下午，然后我的手写动到截肢，后缀可以忽略。好的，我跟你讲，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要在啊，大家都要在承接雪地写字儿，一个权杖一个 ID 啊。现在我一想想就很开心。就问我 ID 上限是多少个，我没改过，我的小号都可短，我小号叫球球，就特别短特别短，你们可以试试。我觉得上限也就10多个字吧，10多个20个，没有见过太长。好，先交个定金。好，啊，谢谢你的圣诞树，还挺有诚意的，还要交定金，谢谢。这圣诞树真的很好看，我感觉瞬间我就已经上海下雪了的感觉。谢谢你的圣诞树，过年的时候记得找我。哦，谢谢。真的吗？谢谢。大象后悔在天堂镇很生气的权杖，谢谢。你这么早就开始预定了呀？你打象子，谢谢你的权杖。我今天晚上又变成了巴啦啦小魔仙。我今天晚上是，巴啦啦小魔仙，然后拿着好几个圣诞树，然后拿着好几个圣诞贺卡，来给大家表演，给大家跳个舞。谢谢你的权杖，谢谢你的圣诞。谢谢，是的，好看。我跟你讲，越好看的特效它越短，这就是公司掌控了粉丝和偶像心理。真的，我跟你讲，它那个权杖就很快，皇冠也很快，那个发电嗖的一下就没了，就都没有看清楚。我一会儿丢一个，拿小本本记上。你要记上，要不然我就会忘记。是真的很好看，我、哦、嘿。过年时候它要下雪，我不知道我们过年放几天假，但是应该几月份放？2月份就应该放了吧，金曲过后吧，应该大概。哎，明年就可以放松一下了。哎，也不是明年可以放松，是因为今年我觉得好累呀。又新公演，然后又这又那，就觉得又不济，就是很累很累，一周左右。特效好看，但不如李慧。虽然李慧好看，但李慧也喜欢看特效。一周太短了，要放2周我才愿意。但是又很想回来看公演，不是上公演。新公演可不困了，我困了新公演。我跟你讲，新公演的感受就是困，因为他每天很累，就想睡觉了。1月31号过年，今年呀，我以为是2月呢。31号过年了，那我肯定金曲过后就可以放假，我觉得这样。过年回家放松，我真的觉得今年比每年都累，不知道为什么，心累可能卡 bug 了你，卡什么 bug？ 还没排完，还差一半呢。就真的很艰难，但是我觉得我都能记忆下来，但是要动作跳好看还是要练。今天过年早，那就证明放假会很早。
不要轻易放弃，看谁能知道你。今天这个毛衣还挺好看，让我思考一下明天穿什么。每次去剧场我都觉得太烦了，就是烦思考穿什么。其实特别喜欢去，但是我觉得你想要穿什么我就会很着急，每天都很纠结很犹豫。但是我冬天的衣服还挺多的。Coco秀，对，明天上哪首？三味儿老板娘。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追求自由？希望不要把杯子碰掉了。酒吧，对，怎么啦？酒吧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的。11号不知道是什么，还没哦，18号哦，11号还没有定。成年了可以进酒吧了，不是？成年了可以跳这首歌，但是我一直觉得这首歌不是很吊啊，不是很吊心。大家都觉得还挺吊心。破坏，我不是破坏的人，当一次少一次。以后没准有机会也可以跳。之前是女仆咖啡店。我好像穿过两次女仆，一次是那个真正的原版的衣服。这都不掉啊，我怎么不掉啊？掉吗？我觉得掉些只有抱抱。你都洗漱完了，天啊，好快。觉得抱抱很掉，然后或者是哎，我最近发现那个不锈钢也很掉，就是那个不锈钢那首歌。哪首歌掉？但是我觉得没什么调戏的双人计划，也就这个调当面对，其他的更不调。我播到12:50吧，真的我就下了，真的朋友们。我觉得夜行黑猫掉，我经常跳夜行的黑猫，我都已经倒背如流了这首歌。但是我以前跳的不好看，我就来到上海这次还行吧。我以前在 CKD 跳的不好看。但以前在 CKD 我还挺爱跳，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总是惊扰我的梦，别怪伦敦三月的风，鲜红血红猩红藏在最深的口舌之中。怎么唱？别怀疑我和你一条心，记得你在下。写首歌。最初的梦想是成为第一。重庆穿的，我忘记重庆穿的什么，忘记了。但是穿的也是裙子吧，可能就是自己随便买的裙子。晚上好，暴君初音，就这首歌叫暴君初音。第二次听到，第一次听到是谁？嘿呦，你给我站住！在饼饼直播间，哈哈哈！饼饼哦，饼饼是。饼是谁啊？冰冰，
里面是可前哦，张爱静哦，他小名叫饼，我只知道他叫爱静。因为不是很熟悉，直播也听郭演的歌，不会烦吗？因为我没有跳过这首歌。如果你们觉得烦的话，你们也没有办法，我就是不换。你们觉得烦，我也要听。就气你们，你们打我，你们打不到。因为我在直播，你们也打帮忙不了两拳，哈哈哈。丸子他也听到了，对呀、啊，就喜欢露耳朵。说嘛，我可以露耳朵，我就喜欢露耳朵。但是我披发也还蛮好看的，日常被演，这不叫演吧？这才叫演吗？我真正的演，我都是不理人的。就是屏幕帮帮两拳，你可以对着手机帮帮两拳，把手机打碎。听公演曲不是有一种上班的感觉吗？不是啊，我现在也在有种上班的感觉，我每天都在上班，因为我就是感觉我就住在这个公司，我觉得我每天都没有休息过，我每天都在工作。手机屏已经被你打碎了，哼，就你能儿。是的，我特别讨厌披发，因为公演的时候就很乱。我平时也喜欢扒去了跳舞。嘿呦，你给我站住！怎么给我放 DNZ 的歌？这么晚都不睡吗？不晚呀，但是跟昨天比起来挺晚的了。昨天我十点就睡了，耶、yeah! ！睡觉都给米粉，睡觉都再给两拳。我跟你讲，现在我就睡觉拳头都硬了，就要打你们，梦里揍你们。我好欠，最近挺欠。难得好安静。但是我觉得我昨天做梦太恐怖了，不给你们讲。本来想讲来着，但是我觉得太过于血腥，太恐怖了。我要很勇敢，我要很善良，我要捉住我的收回我的心。梦见行尸走肉，就是很恐怖。就是我梦见一个，就是在那个就是公共澡堂，然后。特别恐怖，特别恐怖，好老的歌，不老呀，这就是前段时间就是中泰的呀，中泰的那个叫什么歌，那个叫什么，那第一人称，和队友一起做的，不是跟我家人，然后就遇见特别恐怖的事情。就是很离谱，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的童年很快乐呀，但是我老是梦见就是会很恐怖，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家那边的小街道就很就是透露着那种压抑恐怖的气息，但是我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是快乐的长大，就是所有人都爱我，但是我老是在梦里就是总是梦这种梦，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就都要去公共澡堂洗澡，然后我就去过一两次吧，其他都是在家里，然后但是就那一两次就给我形成了就是那种有一个怎么说呢，就一个记忆，然后昨天晚上我就梦见了，特别恐怖。好，老是梦见这种梦，我还没有就是周公解梦呢，我应该去解一下是什么寓意呢，真的很恐怖，就是特别特别恐怖。这是什么？谢谢你的烤红薯，好土啊！不是，我说那个，我说口袋这个土味情话属于你，谢谢你的属于我，谢谢。这是什么呀？我怎么第一次看到这个红薯干？怎么还有这种特效？是个扭蛋吗？是那个蛋的特效吗？谢谢唐朝菠萝萝，
之前的活动，哇，好可爱。你怎么这个名字起的好好搞笑，菠萝萝还叠音，你又卖萌。红薯肯定，红薯还不胖好像是，啊，紫薯不胖，红薯好像是胖。不给你们讲了，特别血腥，我怕你们做噩梦。跟我一样萌，谢谢你。你真的很会哦。好吧，现在你的心已经属于我了。红薯淀粉肯定胖的，打死你。你刚加完班哦，怎么大家最近都很辛苦的感觉呀，就是这么晚还都在加班或者刚下班，我觉得太不容易了，大家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哦，多穿点儿。真的可能年末有可能，就是我觉得真的就疫情就哎真的很那个，上海好像又有疫情，上海好像又有疫情了。谢谢八擦黑，谢谢八擦黑的圣诞树啊，八擦黑。你这个 ID 很有喜感，谢谢八擦黑，太治愈了。什么治愈？看我直播治愈吗？可能没有看到我怼人呢。你也加完班了，快点！为什么大家这么晚下班？你们是朝九晚一点吗？晚一点吗？凌晨一点？怎么这么晚？是你们上班就晚还是什么？我就想了解一下，怎么当代工作人员这么辛苦呢？年末了，年末就要加班，是不是工资就好几倍呀？怎么这么辛苦呀？我觉得太辛苦了，大家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刚练完舞，你怎么还在练舞？你是笑我像吗？你练舞，当代社畜。哎呀，确实，哎，努力其实还是有用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工资多多。007啊！天哪，我都恐社会了，怎么这么加班这么晚？好离谱、啊！其实已经不晚，好像还有人加到凌晨。梦想还是坚持。已经连续第三天了，最近比较忙哦，那你要注意休息。我觉得再忙身体也是最重要的，对，要多多就是喝水，多喝热水，多喝那种就是泡枸杞，就养生，我们要养生。真的我早睡了几天，我就觉得天哪，就是以前我都太对自己身体不好，说我以前都是三四点都通宵，我觉得天哪。经典多喝热水，无语，我这是真的，我这真诚的在让大家多喝热水，因为水真的对身体好，多喝水。我这不也是在加班，没有看到大家不是加班了，看到大家就是在娱乐，这是在直播娱乐，呵呵，不算加班，加班就是排练嘛，排练算。我本来今天挺蔫儿吧的，但是我看到大家就很活跃。晚上好，晚上好。等我加班时，哦，等加班时也找一个直播看就快了。但是不是这种快了啊、哦？找一个直播看，除非找到自己喜欢小偶像，要不然其他直播都不看。我以前就是在那个抖音上看过直播，但我觉得不是我的菜。我经常是，我跟你讲，抖音老是给我推送大美女跳舞。我也不知道咋，为啥，是觉得我喜欢吗？因为有一次我就是很失眠嘛，就想刷一个哄睡视频，然后我刷刷刷就刷到大美女跳舞了，然后我下滑一个还是美女跳舞，下滑一个还是美女跳热舞，我就觉得抖音它错怪我了，他老给我推荐这种，就是那种就是大美女跳热舞，给我整无语了。我说天哪，本来就睡不着觉。被大数据没有老是给那个就是美女点赞，我跟你讲，我抖音刷不到一个帅哥，因为我不喜欢。我特别喜欢看美女，因为美女的妆容就特别吸引我，或者是穿搭，我就特别喜欢点赞美女。他就老是给我就是推荐那种美女跳舞直播，就是那种两个美女在那儿 PK 舞蹈，就搁那儿扭来扭去，然后就还搞 PK， 我特别喜欢看，其实挺喜欢的。大数据已经看透了。不是，我真的就是一开始不喜欢，结果看看的我还挺爱看的。我觉得他们好累啊，他们要跳几个小时，就一直跳一直跳，然后还有惩罚，
住很惨，觉得。晚安哦，慧慧。小卢的闺蜜又跟我说晚安，晚安，你要晚安哦。太可爱了，我看你头像还是我吗？哦，还是我。跳公演了属于是，他们比公演还累呢。我们公演还有 MC 啥，他们一直在那扭。我一开始就以为他们是那种假人，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录屏，然后每天就放那儿放，就是在那骗礼物。结果他们是真的在那扭，好离谱。我的切小号看，因为大号可能就是很尴尬，因为大号一刷进去就是 SNH48 里会进入直播间，我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我们四八这么火，万一被哪个粉丝逮着，我就看美女热舞就不太好。然后呢，我就用小号看，然后小号更离谱，刷一个是美女，刷一个是美女，我要被笑死了。明天见呀，朋友们，我要下了。今天就播了夜火，因为我吃完饭回来太晚，主要出去就很晚了。因为我们就是八点就是结束排练嘛，就七八点结束排练，然后我又化了个妆，就是想晚上这个播，然后我就化了个妆，然后就很晚了，出去就已经九十点了，然后回来之后就十一点了，所以就是开直播就开晚了，所以明天希望能够就是多跟大家聊会儿。谢谢 ROVER0913 的圣诞树，谢谢。祝你圣诞节快乐，我有点期待圣诞节了，然后圣诞节也会多多拍好看的照片分享给大家。晚安晚安， give me five， give me give me five， 公演见，公演哦，可以，公演再见。这周应该没有胖太多，朋友们，我还是就是因为排练性公演嘛，然后吃的也挺多的，但是我觉得身材保持的还不是很离谱啦。晚安晚安，拜拜。我知道大家一直在等我，但是呢我今天确实就是去吃饭，然后拍了几张照，然后没在口袋发言，然后就是想在晚上给大家直播聊天吧。嗯，明天见，拜拜，晚安。让这首歌播完了，拜拜拜拜，我截个图吧，因为直播的时候晚安，谢谢大家的礼物，下楼下楼，明天见。